题了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礼拜五晚上的，礼拜五晚上讲，礼拜五晚上我们主要介绍的是最后介绍十点的角动量守恒啊。那我们是这样子定义了啊，如果在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指点 M 啊，它有一个速度，那么这个指点它就会有一个 P， linear momentum 等于 M 乘 V。 如果这个 position 是 R vector，那么这一点我们称它叫原点，那对这一点来说呢，它会有一个角动量，这个角动量就是 R cross MV 啊。那么这个角动量啊，因为是 R cross V， 所以 L 呢跟 R 垂直， L 也跟 V 垂直啊，它就是说 R cross V， R cross MV， R 跟 MV 形成的这个面上面啊，跟这个面垂直的就是这个 L， OK。 好，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个啊 L， 它跟这些都要垂直哦啊。那么因为这些量都在变，我们上次讲过，如果我们把两端都对时间做微分的话呢，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 dl over dt 要等于 d over dt r cross mv 啊。那我们把这个展开，这个先微分，这个就变成 V cross MV， 好，再加上 R 当常数 cross， 它对它微分就变成 DMV over DT。 那这个是零，因为这两个方向相同，所以是零。那么后面这个就变成啊，这就是 torque 啊 ，torque OK 是这个指点所受的 torque。 那这个 torque 当然是指点以外的东西，指点本身不会有什么力哈、啊、external torque 啊。我们后来就说，如果 external torque 等于零，这个其实啊，它是我们写仔细一点，它是这样子了。External， 我们这里加一个 net 好了，好，折 啊，这是 external torque 的，这个等于零的话，那么L 要等于 constant， 这一套叫做指点的动量守恒，一个 single particle 啊，它的角动量守恒，要记得它的条件啊。这个是动量守恒，什么时候动量守恒呢？ external torque 等于零，net torque 等于零啊。好，今天我们要看一个系统，像我们一个黑板擦了，或者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粉笔头也好，它都不是一个指点，它是由无数个指点所组成的啊。那么因此呢像这样的一个指点呢，只有在近视的状况之下可以用哈，
比如说一个星球像这个太阳这么大的一个恒星哈，那么你在遥远的地方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光点啊，这个时候可以马马虎虎当做一个指点哈。那么一般来说呢，都不能算是一个物体啊，都不能算是一个指点。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系统，这个封闭线里头表示一个系统，那么它的外面就叫做环境。系统里面有好多好多指点， M1 M2 M3 等等哈，我不要画太多，三个，每一个指点呢，在任何的一个瞬间，就任何一个时刻，它都有 angular momentum 啊。假如我们是对某一个参考点来说哈，它都有一自己的 angular momentum 啊。比如说这个是 L2， 这个是 L3。好，那么这个我们对共同的参考轴，我写到这里来了啊。共同的一个参考轴来说，它们的角动量是 L1 L2 L3， 还有当然 L4 L5 等等哈。那我们说这个系统的总角动量，Total， 它就是 L1 加 L2 啊加 L3 啊，全部加起来叫做 Total Angular Momentum。 好，因为这些是瞬时值，那么时间在进行呢，它们的角动量都可能有改变， L1 会改变，L2 也会改变， L3 也会改变，那因此 Total Angular Momentum 也跟着改变。好，因为它是时间的函数，那我们都把这个式子啊，对时间来做微分， DL Total over DT 要等于 DL1over dt 再加上 dl2 over dt 啊，每一个指点的，就是说总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等于每一个指点动量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的向量和。好，那么我们讲过，在这里讲过啊，每一个指点的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等于这个指点所受的 net torque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torque 1， 我们写 net 1 好了，再加 torqueNet 2 等于这个。那么所谓 Net Torque 就是这个指点所受的这个系统的指点啊，比如说它的外力矩，它的外力矩可以分成两部分呢，一部分就是说它的环境给它，就是这个系统以外的物体给它的，我们称它叫做 External Torque。还有就是这个系统以内除了这个指点之外其他指点给它的力所产生的角动量，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internal torque 啊。那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啊，把它写成 torque 1external 再加上 torque 1
internal， 这是所有的哈，等于它关，net OK 好，再加 talk to external， 再加 talk to internal， 加起来啊 ，external 就是指这个系统以外的物体给它的例句，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external 括弧在一起。X1 external 再 talk to external， 好，再加上 talk one internal 加 talk to internal， 好，那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第一点，就第一个指点受环境以外的物体给它的例句，第二个指点受环境以外的物体给它的指点，这么加起来就等于说这个系统所受的总的外力的例句啊，所以这个就变成 sigma talk external 再加上 sigma talkinternal， 好 ，internal 的总和是零，啊，这个是零，因为啊，他要受他的力的例句，他受他给他力的例句，那这两个力，他给他的力跟他给他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啊，最后呢，都要把。啊，互相作用的力所产生的力矩加起来，那就是零嘛，哈，因为它对共同点嘛，对不对？啊，那么，因此这个是零，最后它就是变成这个系统的外力的外力矩啊的合力矩，因此我们现在。对一个 system of particle 来说呢，我们就有 sigma talk external 要等于 BL total over DT， 有这个记住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一个系统好多好多个指点，它受外力矩的作用以后，它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它的总的角动量会产生改变啊，这就是总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你把这个式子跟我们以前讲 a system of particle 啊的这个来做一个比较，以前我们讲过，sigma f external 要等于啊 d linear momentum total linear momentum over dt， 这两个像极了，对不对？就相当于以前我们现在讲的 total angular momentum，就有一点像，以前我们讲的，total linear momentum 啊，两个一起记就，很容易记住哈、啊。好，在这样的一个式子里面，如果我们写到这边来哈、啊，你就写在这个式子的下面。若
如果一个系统的指点，它所受外力矩的合力矩等于零，那么啊，则它的 total angular momentum 就等于 constant。 那这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就说一个系统包含很多指点啊，一群指点的角动量守恒。 OK， 这群指点可以分离式的，也可以说这个指点呢是连续分布的哈。要记住这个条件哦哈。我一再提醒你们呢，你是一个定律啊，它是有条件之下成立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哈。像这个什么时候基建能守恒呢，就是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对不对？什么时候是动量守恒呢，就是这个系统所受的外力的合力等于零啊。什么时候这个系统的角动量守恒呢，就是这个系统的指点受外力矩的合力矩等于零的时候， total angular momentum 是守恒啊。这个都要记住哎啊，以后你不能做一个题目就是哎，我应用角动量守恒，你凭什么应用角动量守恒呢？你要把条件讲出来啊，你要确定它的 total torque external torque 等于零才能用啊。好，现在我们呢举一个例子来看啊。我们看，假如我有两个指点，它用一根硬棒，但是没有质量啊，没有质量，硬棒连在一起。这个指点是 M1， 这个 M2， 但是我们说 M1 要等于 M2 等于 M。好，现在有一个它绕着一个轴旋转，这个轴呢是经过这个硬棒的中心，然后啊是牵直的一根轴。它是绕着这个转啊，那么它的角速度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话就表示这个系统做什么样的旋转，这样的旋转，对不对？这样的旋转哈。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画出来。这个指点这样转，这么转。好，这个指点呢也是这样转。画得不太好。啊，这样转。我们假定这个是它的转轴 O 点，
这个是这个指点的 position vector， 那这个呢是这个指点的 position vector 啊。那么在任意瞬间呢，它们两个指点的速度是这个切线方向，是 M1V1 就是 MV1 是指点一的线动量。好，这个我们都写 V 好了，不要写一样的哈。 M2V 就是 MV 是指点二的线动量。好，那现在我们说这个系统它的角动量是什么？啊，系统的角动量我们先看一个，这里留一个，我要写二哈。它是 R cross V， R cross MV， R cross MV 什么方向啊？比如说我们这个R 是这个方向， V 呢是在这个水平的圆周上运动， V 是朝这边，所以 R cross V 它就是跟这个垂直平面跟这个平面垂直的一个向量嘛哈，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向量，跟这条线垂直，也跟它垂直哈。 Angular momentum 我把这个 Omega 用这个颜色来画好了啊， Omega 它也是啊，这个 R 是这个方向， V 是这个方向，所以也是这个 Angular Momentum。 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时候 Angular Momentum 的向量它的方向跟 Omega 的方向一致不一致啊？有没有一样？ Omega 是这个， Angular Momentum 呢是这样子，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哈，不一样。而且呢，这个 M 在这里转的时候啊，它这一根轴啊，就跟着它这么转过来，啊，这么转。所以 angular momentum 呢，也在这个地方转啊，也在这里转哦。好，那么这个是 total angular momentum。那么它的大小，这里有加个二啊，大小就是等于二 r m v， 因为这个跟这个垂直啊，垂直当中的夹角是90度嘛 ，sin90 度就是一嘛哈、啊，是等于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这是 angular momentum， V 等于什么东西？ V V 跟 Omega 有什么关系啊？ V 等于 R Omega， 这个 R 不是这个小 R， 它是这个大 R， 这个大 R 啊，它是等于 capital R Omega。 那大 R 等于什么东西呢？如果这根细棒跟转轴之间的夹角是 Omega 的话呢，那么它就是等于 R sin theta 啊，这就 R sin theta， 然后乘上 Omega。
这个是 V 哦，啊，这是 V。OK，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V 带到，等一等再带好了啊。我们先看这个 angular momentum 是这个方向哦，啊，它随时在改变。我们现在把它投影到这里来，投影到转轴的方向来，啊，这个是它的 LZ 就是 L 角动量在转轴上的投影。我们假定这个角是 Phi 角， Phi 加 C 它是90度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它跟它垂直嘛，哈哈，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我们说 LZ 是等于 L 大小乘上 cosine phi， 那么这就等于 L sine theta， 因为 theta 加 phi 等于90度啊，等于90度。好，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L 的大小带进去啊，它就等于两倍R sin theta， 我们先写 sin theta 哈，然后乘上 m v， 好，再把 v 呢用这个带，它就等于两倍的，啊，又有个 r sin theta， 那就是 r sin theta 的平方，哈。好 ，r sin theta 平方。乘上 m， 啊，乘上 m， 然后 omega 乘上 omega 哈，啊，好，现在我们把这个重写一遍，这个就是把它写成 r 好了啊，先写 m。这个就是Capital R square， 啊，再乘上 Omega， 好 ，nR 平方是什么？是这个指点对转轴的转动惯量，它有两个指点都一样的哈，情况一样，因此两倍的 mR 平方是这个系统两个指点对这个转轴的转动惯量，我们就写 I。Omega， I Omega。好，这里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哈，角动量在 Z 轴的投影等于 I 乘 Omega 啊，我特别写出来，特别再强调一次 ，LZ， 通常这个 Z 轴啊 ，Z 轴呢，我们就当作是转轴哈，通常转轴我们都把它当作是 Z 轴，因此 LZ 呢它要等于 I Omega， 但是要千万要注意，真正的角动量的就是角动量的向量并不等于 I Omega 的向量，一般状况像这个就是啊，这个方向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既然 L 跟 Omega 的方向不一样，你就不能够写 L 等于 I Omega 这个向量啊，哈，这是一般状况啊，一般状况。一般是这样子，可是啊，如果这两个指点不是这样子转，而是这么摆，轴经过它的垂直经过它的话，垂直经过它的话，它的 angular momentum 也是这个方向
欧米伽也是这个方向，那么 L 跟欧米伽呢就同一个方向。好，像这样的一个旋转，尤其是经过对称轴哈，就是说这个经过终点跟这个细棒垂直的一根轴旋转的时候啊， L 跟 Omega 的方向相同，这个时候的轴我们就称它叫做主轴 Principal Axis。 哈，我们这里下一个啊，只有绕主轴旋转的时候，主轴就是Principal axis， 旋转时，L 等于 I omega， 不是主轴就没有这个关系。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它起码有三个主轴啊，最少最少有三个主轴。 OK， 像这样的一个系统有几个主轴啊，啊，只要跟它垂直的经过这个，我们说啊，都拿它的中心来讲好了哈，主轴，我这个不要这么经过，我这样经过算不算？也算啊，对不对？这样也算啊。我斜着经过算不算啊？就绕这个主轴也算啊。所以单单跟这个细棒垂直方向的轴就有无限多个，所以多的时候可以有无限多个主轴啊。如果你这两个物体是这么转呢，绕这个轴也是主轴啊啊，任何物体起码有三个主轴，绕主轴转的时候才有这个关系，没有绕主轴转的时候没有这个关系哈。但是角动量在转轴方向的投影一定有这个关系。 OK，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啊再重写一遍哈。好，我们说 total torque 它是等于 dL over dt， 这个是 total 啊， total 啊，但是它不一定等于这个，一般不等于这个，因为 L 不等于 I Omega 向量嘛，只有什么时候等呢？主轴旋转的时候啊，主轴旋转的时候 OK 好。所以啊，我们说啊，若 Sigma Torque External等于零，好，我们只有这个关系哦，这 angular momentum 要等于 constant， 这个存在，啊，这个存在，但并没有说 I omega 等于常数 ，OK， 啊。没有说 I omega 等于常数，一般来说可是我们把这个
这是一个向量式，我们把它分成 torque Z， 它就可以等于 dLV over dt。 我们看它的转轴方向的分量啊。好，那么这个呢一定等于这个东西，一定等于这个。好，好，如果 sigma torque z 等于零，则 lz 等于I omega 要等于 constant， 好，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在普通物理阶段所谓的角动量跟力矩的关系，通常都是指这一部分而已。啊，很多书上都是只有这一部分，他并没有讲到这一部分哈，因为它牵涉到向量哈，我们先不管这个。目前所谓角动量守恒，通常都是指这个。如果绕转轴方向的力矩等于零，那么 LZ 就是在转轴方向的角动量的分量一定等于 constant， 那这个分量呢，角动量的分量就等于 I omega， I omega 等于常数，这是我们现在一般在普通物理的阶段角动量守恒都是指这一部分而已啊，是指这一部分而已。好，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情况，如果 external torque z 等于零，那么 lz 等于 constant， lz 等于什么？ I 乘 omega， 这个系统的转动惯量乘上角速度。有时候啊，有的系统它的角动量会变的，它不是一个常数啊。如果是一个钢体的话，那么它通常都是一个常数。如果 I 是常数，在这个条件之下 I 是常数， Omega 也一定是常数，因为这两个乘出来又等于常数嘛。啊，所以我们接到这里啊，接到这里，啊，从那里接下来，我们说若I 等于常数就是不变，这 Omega 也不变啊，也不变。如果 I 变大了，我用这个符号 I 变大了，这 Omega 就要变小，因为 I 乘 Omega 要等于常数嘛，I 变大了， Omega 当然要变小了，啊，如果 I 变小的话呢，这 Omega 就变大。有没有看过一个系统的角动量会变的？啊，不是，它的这个转动惯量会变的，常常看到啊。那我举个例子哈。你们在世界运动会啊 ，Olympic 运动会，看这个喜欢看什么节目啊？很漂亮的就是跳水啊，哇，它在空中翻滚，对不对？还有就是溜冰，花式溜冰哈，在场上满场飞啊，而且还在那里转啊，这就是要利用这个转动惯量改变。而使得它的角速度改变。我们举例子来看，
比如说一个人花式跳水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跳板啊，那要跳水的人呢就站在这里啊，他在跳之前呢，这个手大概都是伸上去的然后就往外一跳，一跳的时候啊，刚刚出去的时候人大概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脚速度啊，脚速度起初是这样很慢，等到要在空中要翻好几番的时候啊，他靠什么力量去转好，使他的 angular momentum 使他的 angular velocity 增加呢，他在空中不着力啊，那么我们就看他这个时候的直心如果在这里，那么这个人所受的唯一的一个力，假如空气阻力不算，就是他的重力，他的转轴就在这里哦，重力经过转轴会不会产生 torque z 就是沿着转轴方向， torque z 的话应该是你受一个力这样子它就会这么转，你力量在这里，它的 torque 就是朝这里就要这么转就是这么转 OK， 你如果正好作用在这里就没有 torque z 啊，这个时候它的 torque z 等于零，所以它的 angular momentum LZ 等于 constant， 保持它原来的这个 angular momentum。 好，它现在要让它的 omega 增加要怎么办呢？让它的转动惯量变小啊，这个时候它就把它的手缩回来，脚也缩起来一个人就像一团肉球那这个时候他的转动惯量就大大的减少，于是脚速度就增加得很快，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滚滚滚快滚到水面的时候你就不能还准那么快他评分是看你到水面的时候激起的水花越少分数越多所以他到水面的时候要赶快把手脚伸开正好手朝下头朝下这么倒插到水里面去，这个时候没有水花这个水水花很少，这分数就多，所以你要训练，不是说快就好，你到了水面还没有把手伸开整个连滚这么掉下去，就好像煮贡丸一样把贡丸丢到水里面去那有一堆的水花起来，对不对那么所以他是靠什么来控制他的脚速度呢？就是靠他调整他的转动惯量，这是跳水跳水在翻转的时候一定手脚都通通这个缩在一起，没有说手脚伸出去的那个跳水自杀就是手脚都没有缩回来在空中飘。还有花式溜冰也是一样他溜溜溜突然会停在一个 地方然后拼命转拼命转，这个时候他怎么会使他的脚速度增加呢？他也是一样，因为他要开始旋转之前一定把手伸开，脚呢也伸开，就一只脚落地这样转一下给他一个起初的脚动量，然后他就把他的手脚要缩回来手也缩回来，这样缩也可以，这样缩也可以然后脚动量变小了，脚速度就增加了就转得很快，然后最后他要停止的时候呢，又把手脚都伸出去，他就慢下来这是花式溜冰。还有最好看的你们看这个马戏团压轴都是空中飞人
它从一个秋千架荡到另外一个秋千架。我马上就介绍完了哈。它有两个秋千呢哈，这个秋千架有一个人哈，他呢，手握着这个哈，然后这样荡出去哈。这个秋千架也有一个人啊，他是倒挂金钟哈，倒挂金钟，然后手伸出来，准备接住它哈，它配合好，荡到快要到这个时候，他就放手。放手以后啊，他这个人呢啊，他这个人呢、啊，他就开始啊，手朝上，啊，脚朝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脚速度。因为这个时候重力还是经过他的转轴啊，没有 torque z 啊，他的脚动量守恒呢、啊，于是他要荡过去的时候，把手脚缩起来，于是啊，他的这个脚速度就增快，啊，所以他从这边飞到那边去的时候，就是转得很快啊，但是到那边人家要两个手抓他的脚踝的时候啊，他赶快要把手脚伸开啊，转得慢人家才抓得住啊，对不对啊？那么他就是利用这个技术。好像好几年前有个报纸登美国有一个空中飞人啊，他比别人啊技高一筹啊，啊，别人从这里荡到这个地方啊，在空中啊是转两圈，他可以转两圈半。那你说两圈转两圈跟两圈半有什么不一样，增加两圈半有什么不同，你只要把距离拉长不就是可以转两圈半吗？但是你知道距离拉长啊，它最后就是成抛物线掉下去了哈，你这个抓它抓不到，所以它距离还是那样子。它为什么可以多转个半圈呢？就是它脚动它的 angular momentum 啊，缩的比人家还要小，所以它脚速度才会变大啊。那么也可以说他可能会有一种功夫，就是锁骨功啊，他才可以这个转两圈。OK， 好，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